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。我们现在打以格子做魔力，全新一代团长的地狱级哈。这边要带大家用阿尔冯斯双阿尔超稳来了哈。龙克就带蛋糕龙克，剩下看你有什么武装，全部装上去就 OK 了。好，第一关血量有6亿哈，这个不知道对阿尔来说的考验是怎么样。好，第一关我们先来把杂猪消一消，然后我们差不多 CD3 的时候再进攻。可以先他偏向把我心消掉了。好，这边心跟光多留一点，把攻击珠都留下齁。他又天降把我心消掉了，这是在干什么？好，来把这个留着，然后木珠可以消没关系。好， CD3 了，我们来进攻。对，刚刚是攻击发起前准备好，现在是待命攻击啦。好，这样子 ，OK， 木珠也有叠到。好，来这边的话，再一波。这边六回合一定要洗满哦，因为他那个解锁角是 CD6。这边多掉了一串攻击珠下来，好，老师跳，把老师打开，那一样哦，最后就是全力去转啦。好，差点没转到，吓死我。那老师有开下去之后，爱德华的伤害也会吹上去哦，所以这边不用太担心。来，接着第二关克属盾的部分。来这边先开解锁，然后爱德华，好九倍，好啊。这边的话，现在还有那个转珠岩秒，因为那个有开下去，所以其实不用担心，我们就是去把珠子扎扎实实的转到就好了。好，其实伤害一定够啦，所以这一关大家不用太担心哦。来，接着第三关，这边把合体给它吹下去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来阿尼基，然后上面要去转到九康哦，不是上面要去转到九康啦，是不管怎么样都要转到九康啦。好 ，OK， 那其实合体之后，它队伍机会有稍稍的改变啦，就是你消三组墙会掉木墙，消光暗星会再掉星哦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下面这边是不是直接可以？好，等一下，三六九十二十五十九二三这样子 ，OK。好，如果你版面没有这么好，就是把阿尔冯斯开下去是 OK 的，下面就帮你排好18颗了嘛。来，接着第四关命悬一线，然后啊这边攻击没有归零啦，所以其实我觉得算是。压力没有那么大，就是扎扎实实的去把珠子转到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这边带走。来，接着下一关是不能烧到火哦。那这边要记得就是不要被烧到，因为这边烧到是扣50%哦，很多哦。好，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叠珠叠到。有啦，这样子有好，一样哦。版面如果没有那么好，就是把阿尔冯斯开下去，这个其实都是允许的啦。想一下这边要怎么叠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就继续跟他磨啦，跟他对磨就对了。好，这样应该没有消到吧？好，是没有啦。还是没带走。奇怪，有这么难带吗？好，我想一下这边要不要开个什么招好了，不然这样子，来这个开下去，然后木星。
这样子就不会消到那个了，因为现在回复力剩 10%， 我没有办法继续跟他对磨。这边你如果近观版面就很不利，或者是血量很不利，就直接木星下去，这个没差的。好啊，这边的话我们把老师关掉，啊，老师再开，啊，下面这边转那个木光星出来，我们这边就是直接硬 A 了啦。你如果觉得伤害可能会不够，就把10倍也拍下去，这个是没有关系的。好啊，记得不要手消到火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我想一下、哦，我在想这个暗珠要不要去那个啦？算了，不要好了。有时候白目有没有，就让自己归西了。好，这边直接带走哦。来，接着15颗木的部分。哎、欸，对，这边的话就没有招可以开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转再说。场上现在有6颗木嘛？如果等一下不够，看要不要再开阿尼基上去，还是怎么样？好，6颗，因为它还会再天降啊，只是说你场上就是要有强化珠就对了。嗯，好，这边看起来版面是蛮不妙的。来，我们先，老师还有 CD4 是不是？好，这边思考的点就是阿尼基要不要开下去。好，老师还有 CD4， 那这边的话我想一个好方法好了。来，这边先把老师再关掉一次，先把那个锁定的珠子炸掉。好，这样剩2颗，然后我们吹这个伤害上去。好，然后三组墙多消一点，它就会掉木墙下来啊，这2颗就不要去消到、欸、那不要消到，我们把它摆在边边就比较不会弄到齁。好，这样子 OK。 好，这边虽然没有老师的加持啊，但是其实还行啦，还行。好，接着石康这个撸过去会变问号的齁，这边稍微记一下那个版面，虽然说撸过去会变那个机械强化，但是还是稍微记一下会比较保险。好，来哦，开始咯。好，有消到3组墙哦，会再掉那个下来。OK。好，不过这边的话5组墙，哎、欸，我想一下5组墙要怎么解。啊，我们把这个开下去，这样子就有5属墙了。但是我们现在版面不太妙，水珠有点多，我们让水珠试着少一点。好，这样子应该是 OK。好，然后让它整版变成强化哦。哎，为什么会断掉？啊，好啦，算了，也不用打太高分啦，有变成强化就好了。OK， 好，这样就整版都变强化啦，然后我们就去把它转到就可以了。哦，没有任何的招式，好，这样子才刺激嘛。好，吃个升华。OK， 以上就是双阿尔超稳通关，给大家做参考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